阿雷有点远。对面的话都讲阿雷有没有？有，这样会吗？会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下课哦。好，下课我们要进到新的哈。好，我们看是，76页。有，好，有没有？好，形容词叫什么？keyoshi。形容词叫 keyoshi。那日本只有形容词哈，只有两种，一种有76，上面写什么？一 keyoshi 哈，一形容词有没有？嗨。好，你看一形容词，你看76跟77，它的课征是尾巴都会放个一，有没有？有，好，譬如说第一个 hiroi。好，hiroi 写下面积很大，或空间很宽敞的意思。好，写吗？好，这个广哈，这个广这个汉字原本念 hiro 有没有？好有。像什么？像广岛 Hiroshima 有没有？广是念 hiro，岛是念 shima 有没有？OK，哎，写吗？哦，有没有看到那个蜡笔小新？哦，有，蜡笔小新他们家像什么？他们就是广元是不是？哦，广元叫 Hirohara。哦，好像有，他们好像姓广元是不是？好像叫广元新之助有没有？哦，对，广元叫 Hirohara。哦，所以你这个广这个汉字原本是念 Hiro 嘛？有没有？嗯。没有，他老爸好像叫广志是对，不是？广志叫 Hiroshi。好，看安广 Hiroshi 有好几个哦，有广志有没有？好、哦，有看到吗？看什么博？哦，什么博有没有？之前有什么男艺人叫什么博有没有？哦，这个是 Hiroshi 有没有？哦，长野博有没有？嗯，长野博哎，谁呀、啊？然后带有这个名字，长野你叫东西蛮熟的，忘记讲什么。Nagano 哦，长野叫 Nagano。长野博，好像是 V6 是不是还是什么？是吗？忘记了，那个团体都忘记了哦。名字记得，人记不得。好像，好，我们看下长野有没有？好，我们来博贴进来哈、哦。谁呀、啊？有点忘记了哈。哦嗨，是，写下，因为 e 形容词用 e 来加名词，用它尾巴那个 e 来加名词，写一下，e 形容词加 e 加名词，好，写吗？那你的房间叫什么？房间叫做黑呀，好，汉字写不，哦，黑呀没有，好，那很大房间怎么讲？黑呀。hiroi 黑呀是用 e 来加名词嘛，所以 hiroi 黑呀是什么？很大的房间，面哦哦，很宽敞的房间，很大房间有没有？hiroi 黑呀，看懂？嗯，那我们可以倒过来讲哦，我们倒过来讲有没有？好，也可以。我们说 e 形容词加 e 加名词嘛，所以 hiroi 黑呀是很大的房间有没有？对，看到嗯，吗？哦，我们先教这种教法就好。好，好。下一个。semai 相反哦，semai 是面积很小的，哦，写下面积很小叫 semai，哦，所以我们很小的房间怎么讲？semai 阿姨，黑黑呀呀，，semai 黑呀是很小的房间，好，写吗？有，啊，再写没有？很大房间怎么讲？hiroi 黑呀。那很小房间怎么样？谁蚂蚁黑呀？好、哦，就这样讲哦，这样会吗？阿姨。哦，那我们看下一个 OK 哈、哦，那个 O 是长音，OK 是很大的哈，行、哦、吗？你刚才的 hiroi 指的是面积啊，嗯，
那 OK 是指体积，这个东西体积很大个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懂。好，那么看一下，好，杯子的话，好念 cup，哦，好，写下，因为这个 cup 是英文的 cup 来的，有没有？哦，那有两个念法，一个念 cup，一个念 cup，两个都可以，写一下。哦，了解。啊，为什么哈？因为当初这个 CUP 这个英文来到日本的时候，有没有？那有一些学者可能是哦，因为 CU 嘛，他就诶，应该是念 cup，啊，有一些人是念 cup，所以变成这两个都有在用。好，写吗？写了。那你 OK cup 就什么？很大的杯子有没有？看到没？好、哦，很大杯子叫 OK cup 有没有？那右边下面是什么？吉赛。好，这个前面那个吉是长音哈、哦，所以小的叫吉赛。好，写吗？那很小的杯子怎么讲？吉赛科普，对，吉赛 cup 就很小的杯子。好，这样会吗？哎，好、哦，那你吉赛 cup 加起来算是什么词？名词，为什么？我们说形容词加名词。对以后面那个为主，你后面那个是名词，所以你是名词。如果你要变化的话，怎么讲？对，很小的杯子，是的话就放 des 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吉赛 copu des 是很小杯子啊。如果不是很小杯子，后面 des 再改成名词的否定，什么 dewa arimasen 加 arimasen 怎么样？这样有没有看懂？嗨，好，下去。nagai，nagai 是什么？你看这个很长的，长头发，对，很长的，很长的，有没有？嗯，啊，你的长，这个长有没有念 naga？哦，这个长有没有 naga？有没有？比如说什么长崎、广岛有没有？哦，长崎叫 nagasaki，哦，nagasaki 是长崎。写一下，那个崎念 saki，那个 saki，长崎啊，我、哦、看到吗？有。那个 saki 呢？哦，夜景，哦，夜景哈，我、哦、看一下，长崎的夜景叫夜景啊，音读我们要对。夜景哈，长崎哦，说。这个世界，全世界三大夜景，长崎好像算一个。你有去看过吗？哎，没有。哦，哎，我有去，但是我没有晚上去啊。我们那老个师，长崎是在关西还是关东？长崎在哪里？是不是？哦，啊，很简单，我们贴到地图。哦，等一下，GOO 地图。哦，等一下，Google。好，看一下啊。长崎地图，啊，有看到吗？哦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长崎在哪里？有，这边有没有？好，当掉了，然后把它放大，哦，没有，还在跑。好，哦，熊本在这边，哦。哦，哦，等一下，还在跑，动不了。好、哦，那边有个长崎县，有没有？哦，有。要拉大一点才知道在哪里。地图当掉了哈、哦，上去再下来。哦，又好，好、哦、OK 了，我们再往上拉。哦，这个九州有没有看到？嗯，在九州哦，有没有？在九州福冈，九州没有福冈，哦，了解。长崎在这边。以前圈面人这边好像有个豪斯登堡哦，然后是就是模拟那个荷兰的这样子。哦，OK 哦，好，好，我们看下长崎夜景。长崎说是传说中的世界三大美景。哦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好，往下往后拉，哦，长崎夜景。有看到吗？有，哦，它
还有那个，它有那个观那个缆车啦，坐到那个山上，然后往下看，哦，长崎夜景有没有？哎，有没有？哎，看到长崎夜景，好，看到吗？有。我记得我去那边好像只有吃一个叫强蹦，我等一下，强蹦。好像这个好像叫这个强蹦，强蹦是石井面的、啊。哎，我打一下、哦，石井面他们叫做强蹦，好像那个怎么讲？哦，就是说那个时候几十年前，有很多国外留学生，有很多台湾留学生，然后他们去那边留学，那没什么钱，然后吃不饱。然后他们去那个面店吃有没有？啊，那个老板就故意加很多青菜，加很多料给他们。哦，啊，这是长崎石井面，就叫强蹦的由来。哦，所以听说强蹦是这样来的，是因为台湾留学生以前去的时候很穷，没有饭吃，不是没有饭吃，就是钱只有一点点，然后就给他加很多料，啊，这个叫强蹦，哦，一心好像是长崎那边开始的，哎，这样子。哦，OK，强蹦哦，强蹦就是我们就翻石井面，哦，啊，看一下哈、哦，他说由来是这样子啊，哦，嘿。听说由来是这样，哦，那个叫强蹦，哎，强迫。强蹦就料很多，我们就翻石井面这样子，哦，看到写吗？有。好，好，那么看一下哈、哦。哎、欸，我们看那个哈，所以这个长叫做那 naga 该。没有？好，那你这个长的，你再加个一这边 naga 也就是很长的，没有？对。看到没？有。好，啊，相反叫什么？米吉开就短的哈，写一下，米奇可以，很长的，很那短该，的，有没有？嗯，嗯，看到没？喂，好。你说好，那我们说头发叫做卡米，好写吗？嗯，发念做卡米有没有？OK 哦，大姐，喂。嗯，看、啊、那个子哈，哦，子也念做卡米，怎么样？那神明的这个神也叫做什么？也叫做卡咪，有没有？那你这三个就撞字了嘛？哦，那他为了比较好辨识，所以他们那个头发会可以讲什么？比较喜欢讲卡咪 no k。哦，就毛发有没有？毛发就头发有没有？头发。卡咪 no k 有没有？卡咪啊，子还是念卡咪哦，啊那个神就念什么？卡咪三嘛有没有？对，卡咪三嘛。OK，啊，我的输入法有点问题，所以我要。这样分开打出来，好、哦、好，你看一下，所以神明叫什么？卡米萨玛，好、哦，头发叫什么？卡米诺 K，那子的话是念卡米有没有？是，我懂，好、哦，那它音读是念西啊，像这个瓦西，瓦西就是和子就是日本子啊，那个和就是日本的意思有没有？啊，日本指什么指？就是宣纸啊，我们写毛笔那个宣纸有没有？对，那宣纸应该是唐朝时候传过去的嘛，是，因为那个时候有遣唐使有没有？对，哦，那现为了因为那个东西太久了，所以日本他们哎，他们说啊，这个刚就叫和，懂吼？反正对，唐朝过叫去的和事，子好了。懂吼？因为那个太久了，他们就啊就哎，所以和纸就是宣纸。是。好、哦，你看一下、哦。哦，应该是宣纸写毛笔那种。那后来日本啊用很多种，有没有？哦，他们用成很多种，他们技术变很多了哈。那、哦、颜色不一样一大堆，有没有？啊，看到。懂。就这样，我之前有去口译，哦，那个，然后那个时候在台中，哦，OK 哦，然后有个日本艺术家，一个老的艺术家来，然后来教台湾的一些年轻艺术家。然后他们在讨论几个问题，第一个是说，哎，大陆的问题，因为很多台湾的工厂、日本的工厂把这些
什么做东西的技术传到大陆去了，就大陆盖工厂，然后东就怎么样，大陆就学会技术，就盖工厂，大量生产，啊，台湾呢就生存不了了。哎，第二是他们这个地啊，第二问题就是说，他们那个日本艺术家教台湾艺术家怎么去那个的，怎么去卖啊？因为台湾艺术家只会生产，他不会去卖，所以就过得很穷这样子啊，被人家剥削这样子。是。哦，然后他就有讲到盒子，他说，哦，台湾有些什么宣纸还是盒子工厂就跑到日本去了嘛，嗯，不是跑，是跑到大陆去了嘛，大陆去，他大陆就把技术学走了，然后那个东西还卖回来。就他变他们自己很难生存了没有？就要讲这些哦。好，盒子叫瓦西有没有？瓦西叫日本纸哈。OK， 那好 OK 好。哎，好写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。所以很长的话怎么讲？那可以。OK 好。卡米诺克的哦，卡米诺克的是哈，很长的头发那种。米吉卡伊。卡米诺克德斯哦，很短的头发，有没有？这样会吗？可以。哦，所以很长的、很短的就这样讲，有没有？可以。OK 啊、哦，我看下个塔卡伊。哦，塔卡伊是很贵的，价钱很高的哦，很贵的意思。好、哦，塔卡伊是很贵的。好、哦，有看到吗？有。那后面那个雅思有什么？很便宜的，我们要雅思就是很便宜的，好写一下。雅思，好，这样会吗？是。好 ，OK 哦，好，那我们要加个东西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刚才说，これ 是名词啊，这个嘛，有没有？是。哦，それ名词。名词那个有没有？啊，类似对面那个有没有？好，那补充一个哈、哦，どれ。多雷是哪一个？多雷是比较问号的哪一个？好，写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教吼，この加名词，好、哦，この加名词的话，哦，写吗？写。この加名词，它会变成一个名词。この加名词会变名词，还是以后面为主，所以它还是名词啊？对啊，你看一下，譬如说。この部屋，この部屋是这个房间，写吗？那この跟これ一样，它都是こ开头的，它是指什么？离我比较近的，这叫什么？これ还是この？只是你これ本来就是一个名词嘛，是吧？这个嘛，啊，你この加名词才算名词，所以この部屋是什么？这个房间，有没有？对。啊，你那边那个房间叫什么？その部屋，有没有？啊，对面那个房间叫什么？阿勒黑呀。好、哦，阿诺黑呀，有没有 ？OK 啊、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，譬如说，我们要讲说啊，这个房间很大，有没有？这个房间很大，我们要用 kono 还是 kono？ 我们说 kono 加名词才是名词啊。对。所以这个房间怎么样 ？kono 黑呀。kono 黑呀。kono 黑呀，哇，好、哦，那我们变成名词，放在哇前面当主词说，这个房间是什么？没有？嗯。这个房间是什么？哦，面积那种讲 ，hiroi， 哦 ，hiroi です。查一下 ，kono heya wa hiroi です。啊、哦，这个房间很大，没有？好，写吗？可以。啊，你那边那个房间很小嘞。你那边是什么 ？sono heya。对 ，sono heya wa semai です。哦，你那边那个房间很小，没有？可以。啊，如果对面那个房间呢？あれ、あの、有没有？部屋は、哦，あの部屋は、狭いです。对，我们懂，对面那个房间很小，没有？好，这样会讲。是。有，好，下一句哈，这个杯子很大。このカップは、このカップは、大きいです。对，大きいです。哈，这个杯子很大，没有？我看到啊，那个杯子也很大，那个杯子很大，你那边那个杯子很大嘞。sono sono 哦，カップも哦，も把蛙吃掉了吗？是。哦 ，sono カップも大きいです哦，那个杯子也很大，看到。是。这样会好。好，这个东西抄一下，因为后面还会出现哦，大概讲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七个，它高一是很贵嘛？
对。没有啊，说哎，这个手表很贵。この手表怎样？時計。この時計は有没有？高いです。哈、哦，这个手表很贵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手表100万怎么讲？哦，この時計は怎么样？この時計は100万。对。100万です，有没有？哦，100万です。哦，这个手表100万，有没有？然后讲很贵，怎么讲？高いです。高いです是很贵，有没有？啊，如果非常贵的，哈、哦，写一个哈、哦，とても加形容词。とても加形容词就是非常的意思。とても。哦，とても就只会加形容词前面哦，是非常意思，所以你贵叫做高い嘛。是。那、啊、你非常贵怎么讲？とても高い。哦，とても高い就是非常贵。好、哦，写一下。写吗？好，那、啊、个非常便宜嘞。とても安い。哦、对，とても安い就非常便宜，看到。是。看会吗？我们看一下阿兹萨啊，阿兹伊有没有？阿兹伊，我看到。阿兹伊。好、哦，好，阿兹伊，阿兹伊有没有？他会写这个鼠，写一下。还写这个热，写吗？那个热是热情的热吗？好、哦，他的阿兹伊就是写下他的原来意思是温度很高的意思，温度太高了的人不能接受。但是他如果写暑的话，是指天气。阿兹伊的话是啊，天气很热，叫阿兹伊，是写这个暑。啊、如果下面那个嘞，下面那个热是写下食物还是水？就其他的没有，像这个东，这个水很烫，就写这种阿兹伊。那、啊、你还是要写这个热的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这个汤很烫，还是这个洗澡水很烫，还是讲阿兹伊有没有？是。那你要写热的这个有没有？啊、如果天气很热的，你要写哪个？写这个暑的有没有？比如说，哈、哦，日本人最喜欢讲的，哦，台湾の天気は暑いです。好、哦，写一下。好、哦，天气叫天気。哦，台湾叫什么？台湾の天気は暑いです。什么？啊，台湾的天气好热哦，怎么样？是 ，OK 啊、哦，日本人最喜欢讲这句 ，OK 啊，好，那如果是非常热这样，都 demo 啊之有没有？对，好、哦，那你这个时候天气热的时候，你要写那个？你要写这个暑的，他考试都这样考，他把那个啊之有没有？嗯，这个啊之就写字母嘛，那你这个跟这个你要选哪一个没有？对，如果天气很热，你要选这个嘛？啊，如果是水很烫，有没有？还是汤很烫，你要选这个没有？啊，教会吗？是。啊，下一个沙漠语。沙漠语。沙漠语是什么？就寒。就寒哈，天气很冷，有没有？看到。是。啊 ，OK， 好好，我们学一个。啊，倒倒倒倒，倒看看倒。我倒是几度，有没有？嗯。倒是几度，有没有？好。哦。你要吹到麦克风了，哎，好 ，Q 呢天气，好吧 ，Q 呢温度，哦，温度叫温度，啊，写一下，好，温度，啊，看到吗？寒いです。好，今天很冷，哦 ，OK 啊，好，你怎么啊？你哦，就是啊。今天十度很冷的讲，今日の没有十度。好、哦，今日の気温は哦，气温叫気温哦，音读很像中有没有？気温。今日の気温は哦，今天的气温啊、哦、，OK 啊，十度です是十度，然后很冷的讲，とても。寒いです。哦，非常的冷，有没有懂 ？OK 啊、哦，你叫零下怎么讲？
马伊纳斯啊，这个有背了吗？片假名。哦，minus 是这个负号的意思，写一下，负号的意思有没有？那个电池有正号跟负号嘛？正极跟负极有没有？它是减号跟负号的意思哦。那、啊、你零下10度怎样？minus 九度，好、哦，零下10度，写吗？接了。你可以写 deca 九度，哦。这个零下叫 deca 九度也是零下，所以可以讲 minus 九度，deca 九度。好，我懂。是。好，OK。哎。哦，北海道冬天可以到零下十度，零下20度。嗯，好，这句怎么讲？北海道呢？没有，北海道叫北海道，没有。no 冬は哦，哦，北海道叫什么？北海道啊，写吗？北海道の冬は怎么样？はい。哦，OK，マイナス哦，マイナス零度哦，零哎，マイナス九度。零下十度，怎么样？卡拉从零下十度，哦，到什么？minus 你就懂。OK，那得是到了没有？啊，得到了。好，库拉也是大约，库拉也是大约，库拉也得是哈，大欧概，罗是左右。对，好、哦。好，写一下。那我写都是分开的，但是你写的时候把它合在一起啊。哦，如果都写分开，日本会靠北。我之前有对。写一样，因为他们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子。好，写一下，应该是零下零度啦。零度怎么讲？零度，累都零度。累。好、哦，这个零念零有没有？零度卡拉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、minus 你就懂。库拉德斯大概是零度到20度，有没有？好，看到吗？喂。好，那我们的沙漠也是天气很冷，叫沙漠嘛，有没有是。？OK 哦，还有什么？十字系。好，你看一下哦，十字系就写个很凉的凉，所以十字系就天气很凉。哦，好，你看秋天很凉，怎么讲？阿奇哇，阿奇是秋天的吗？还记得哈、哦？十字系的是，哦，秋天很凉那种。好，这样会吗？嘿，你看新的叫什么？阿塔拉西，恭喜！阿塔拉西是新的，阿塔拉西有没有？阿塔拉西是新的，写吗？嘿，这样，我们那个"新"中文的"新"就念"新"嘛，是。哦，新哈兹柏，新哈兹柏，好、哦、看啊，新发售，哦，台湾广告常听到这个字"新哈兹柏"，新发售有没有？写吗？新多久？新登场，哦，是啊，音读的时候还是念"新"有没有？新哈兹柏。新斗酒有没有？哦，还有日本广告，尤其是汽车广告常看到吗？还有什么绿茶广告常听到这两个的？好，写吗？但是我们这个意形容词叫 atarashii，atarashii 是新的，写一下，写吗？有，好，那我们这个脚踏车叫什么？自転車。哦，自転車。机电下是脚踏车的统称。音读。哎，哦，机电下脚踏车有没有？他这种，人家骑摩托车攻速的那种，这个在比赛那一种有没有？没有，对。这个我记得我有翻过了，叫什么 Road Bike。哦，那我以前有翻过那个脚踏车的书。
哦，看看是不是这样。那个 Lodo 好像是公路啦，拜库好像是机车、脚踏车那种东西，有没有？哦，我7、8年前有翻过，我看这个字有没有记得哦。OK 啊、哦，这种那种弯把这种脚踏车有没有？对。哦，我看一下哦，还有有对有哎还有吗？哦，我以前有翻过这个哦，那我记得叫那个是写 Lodo 拜库，Lodo 好像是那个英文的公路啦。哦，就是人家什么比赛的那种有没有？对，哦，哎、啊，我记得我翻那个书，他们都会有一个什么那个绕什么绕法国一圈。绕法国一圈的那个自行车赛叫什么？繁花自行车赛有没有？绕法国一圈有没有？还有什么绕意大利绕哪个国家一圈那个？它就叫什么国家自行车赛？好、哦、啊，这一台都很对。贵，这台好像都10万、20万日币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以前脚踏车更流行的时候，我没有翻脚踏车。啊，那个黄金猎犬流行的时候，我就翻黄金猎犬。哦，啊，精油还有什么都流行，它就翻那个这样子。OK，好，啊，这个叫 Lodo Bike，啊，没这个错。不用背，因为这个不会考，你只要会骑电下就好了。哦，OK，哦，那他们都说那里面是什么，用什么钢车体是用什么复合的材质什么的，然后很轻，什么很贵，什么碳纤维什么的啊，那些字都忘记了，因为那些字并不是很实用，什么碳纤维，现在讲我就全忘光光了。OK 哦，所以你只要不用去学这种很专业的啊。除非你的工作是这一行的，你才要去背那个专业单字。好、哦，啊，我以前翻的都忘光了，我只记得 Lodo Bike 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个 Atlassi 有没有新的脚踏车怎么样？Atlassi 有没有？自転車です有没有？它旧的叫 Hurui 是很旧的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它、啊、是很旧脚踏车怎么样？Hurui 自転車です哦，很旧脚踏车，不懂。OK 哦，看到吗？就这样，我看懂。我以前高中一排这一种的，很贵的。结果我去参加比赛，我停在那个火车站，结果后来就不见了，被人家整台抬走。整台就被抬走了，哦，好可惜，一台好几千块，以前好几千块。嘿，好，看懂。懂，好，下一个阿卡路易，阿没卡路错。易是。很亮的吼，很亮吼，哎，天色很亮啊，房间很亮啊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房间很亮的讲，この部屋は，有没有？阿拉伯。对，この部屋は明るいです。这个房间很亮，有没有？是。好，那另外意思哦，写下来它可以指人的个性哈，这个人个性很亮，这个人很开朗，这个很阳光。哦，我们的人叫什么？Hito 是人，和什么？我就爱很开朗的人，怎么讲？阿卡路伊，Hito 得死哈！啊，这是个很开朗的人，你会懂？讲会吗？那、欸、后面的库拉伊就相反，库拉伊是什么？很暗，很好、哦，天色很暗，有没有？也可以讲这个人怎么样？这个人很阴沉啊，库拉伊 Hito 得死。啊、哦，就是个性很阴沉的人，普拉希多得斯，我懂，这样会吗？我看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好、哦，乌鲁塞，不在。乌鲁塞是很吵，OK 好，那、啊、也可以指人哦，哎、啊，你很吵，你很烦，也可以指人哦，啊，乌鲁塞是很吵。哦，比如说这个房间很吵，怎么讲？可能黑窑啊。不在意的哦，可能黑窑啊，乌鲁塞啊，这个房间很吵，有没有？是。哦，就这样讲而已，有没有？哦，好，那下面，kita nai，很脏。对，kita nai 是很脏，有没有？哦，OK，啊、哦，这个房间很脏，怎么讲？哦，这个是教室，有没有？它是怎么讲？kyo 是指。哦，教练 Q 是练习字，所以教室叫 Q 习字。好，写下 Q 习字。那、啊、这个房间，哦，这个教室很难怎么讲？この教室は汚いです。好，看懂。
啊，如果你又是一雄子放在前面的 Kitanai Kyoshitsu desu 哦，很脏的教室。好，写了吗？写了。好，我们休息三分钟，喝个水，上个厕所，休息一下。我是莫西呢。OK， 好，你们有期中考了吗？没有。你有考日文吗？你不是有修日文？哦，100分啊。你是考哪里？就考那个大概第一课程度而已。嗯，好 ，OK 好。哎，大概第一学期。今天可不可以上到9:30？好，我们看哪里？其他那一丘西之得舍没有？好，我们现在教个东西哦。好，写下一雄词，去一加啥？写一下，写吗？好，第一个啥哈？这个啥，第一个代表程度。写一下程度，态度。好，写吗？写。那第二个这个啥变成名词？哦，这个是课本没有教，但是很常用的文法，没有。好，哦、没有好。譬如说，这个我最常用的是什么 ？nagai。好 ，nagai 去掉一加沙变 nagasa。好，我们说这个沙代表什么？程度。所以 nagasa 是什么？长度。哦 ，nagasa 写长度，写吧。你叫一个箱子，箱子很常看到这个 nagasa 叫长度，有没有？嗯。OK 哦。好，比如说 Hiroi， Hirosa， Hirosa 什么？空间的程度。Hirosa 对，就是那个宽敞到什么程度，我们翻面积。嗯，写吗？写的。哦 ，OK 哦，你看这个大阪的学生，他叫帮他寄书。嗯，只是台湾寄到日本很贵哦。两本书大概要台币要500哦，寄过去，海运。好、哦，要讲过海运怎么讲哦？嗯，好，这个 Hirosa 是什么？面积有没有？哦，这个宽敞到什么程度叫面积嘛？我看懂、哦。好，这样会哈、哦。哎，看懂吗 ？Okisa， 哦，大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中文讲大小有没有？文龙，好，它什么意形容词可以这样讲哦？只是说有些比较常讲哈。Takasa，Takasa 什么？
贵到什么程度啦？好，我们都有没有这个讲法，我们都好像没这个讲法，没有。贵到什么程度有没有？贵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昂贵有没有？那种类似那种讲法没有？好，阿兹一变阿兹啥嘞？热到什么程度嘛？嗯，很多人可以翻来炎热之类的那种东西有没有？好、哦，大概了解哦。好、哦，那你阿塔拉西变阿塔拉西啥什么？新到什么程度有没有？看到吗？哦，好，阿卡路伊是很亮嘛？有没有？亮到什么程度？阿卡路啥什么？亮到什么？就亮度啦。亮度还是照度有没有？工业叫照度，就是这个烛光的。烛光就是有没有？烛光亮度、照度有没有？哦，阿卡路就亮到什么程度有没有？有没有亮度有没有？灯的那个亮度有没有？哦，你看这个 Pasocon Gamen Akarusa 哈，这个电脑的画面的这个亮度有没有？哦 ，LED 灯的这个 Akarusa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看到吗？之前我学生他男朋友，我这个学生他年纪很大，他们家都在开工厂，哦，然后他们的 LED 灯卖不出去，他叫我写信给他日本的那个叔叔的朋友这样子，然后问他们要不要买 LED 灯，然后对面说我们日本也很多，哦，然后记得我帮他翻，哎，就是 LED 灯太多了，没有地方卖。那、啊、这个阿卡鲁萨就亮度，我看到，亮会吗？好、哦，所以你去一家沙没有？好、哦，比较长有什么？那嘎沙，什么长度我没有？好，我们学个 omoi 就是一个重一个一，这种很重的有没有？那你变成 omosa 什么重量？好、哦，重量就是重到什么？是说重量就 omosa 没有？对。好 ，OK 啊，你如果买日本饼干，常常看这个 Omosa 没有 ？OK， 有，这样会吗？嗯，好、哦，好，那我们意形容词在这些哦，你看一下哦，好，你看哦，78页还有哦，好，卡哇伊有没有？就是可爱的，好，写一下，卡哇伊就是可爱的，可爱叫做卡哇伊，然后后面的这个伊就变成什么？卡哇伊。好、哦，那我们说什么样？你后面加个名词嘛，有没有看懂？好、哦，那可爱的这个，我看有没有打错哦。胖达应该是熊猫，所以可爱熊高是吗？卡哇伊胖达，哦，可爱的熊猫，有没有？嗯，哦，答对了有没有？胖达是熊猫有没有？之前我带那个日本阿妈去台北动物园、木栅动物园去看熊猫，嗯，那他那个熊猫逛完一出来，他就有卖那个熊猫的布偶，还有那个纪念品，然后很多人一出来就抢着买那样子，他们很会做生意。哦，那可爱熊猫怎么讲？卡哇伊胖达哦，可爱的熊猫有没有 ？OK 哦，然后那个小只，那个小只叫什么？圆圆哦。哎，圆圆都不动，然后用屁股对着别人。哦，然后圆圆他妈就是跳起来去抓那个什么那个灯的开关哦，一跳起来就抓那个灯的开关。嗯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人挤人。哦，好，卡哇伊胖达就是熊猫，可爱的熊猫，看懂？懂。好、哦，那个猴子叫沙鲁。沙鲁。好、哦，汉字写个圆哦，沙鲁。啊，如果可爱的猴子怎么样？卡哇伊沙鲁有没有？好，那现在就是颜色的哈。第一个阿卡阿卡伊，好、哦，这个阿卡是红的意思，阿卡伊是什么？红色的，看懂？有。那个卡棒是包包，所以红色包怎样？阿卡伊卡棒，看懂？好，青色叫什么？阿欧伊，阿欧伊是蓝色的，阿欧伊是蓝色的。那阿欧伊卡棒是什么？蓝色的包包有没有？那阿欧伊有些有蓝色的，还有青绿色的。青绿色的比较少讲哦，一般是讲蓝色，但是有时候是青绿色的。好，写吗？好，你看一下阿欧伊有没有？它一般
蓝色的大概占九成，那少数才是那个，哦，啊，你看这是蓝色的有没有？哦，有看到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青绿色的有没有？这个，哦，这个，哦，每次教授这个都有 ，ROE 的梦有没有？青绿色的柠檬有看到没有？好、哦，所以 ROE 什么？蓝色的还有青绿色的 ，OK。懂。嗯，好，写一下。都会说那个是青色的。好、哦，它的懂哈、哦，但是一般都会写蓝色，因为蓝色用的比较多。对。没有 ROE。好、哦，芒果。哦，芒果是芒果哈、哦，是什么？那个那个我们那种小的那种好、哦、没有？哦，那种小的那种啊，很甜的那种有没有？我们哦那种哈，可以叫哦 ，ROE 芒果，青绿色的芒果，这种绿的这种没有？哦，这个哦，以前小时候常吃，现在还比较少了。嗯，好，看到、哦，好，这是 Kuroi 黑的有没有？黑的不知道怎样 ，Kuroi 卡棒，懂、哦？好，这个白的叫什么 ？Shiroi。西瑞卡棒是什么？白的包包。那、啊、黄的叫 Kido。Kido 是黄色。黄念 K, 哦，色念 Ido。所以黄色再加个 E 叫什么 ?Kidoi。Kidoi 就是黄色的，我懂。这样会吗？嗨。那、啊、你异雄时的课程都是什么？后面都是个 E 有没有？嘿。那我们现在教个那形容词，那形容词的课征是什么？它大部分都是长，它大部分都是两个汉字。对。它、啊、没有一，像 key day。好 ，key day 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奇念 key， 那个 day 是念，这个 day 是念 day， 这个是长音哦。它不是说它一包个一，这个是长音嘛？我们有没有？我们说四段音发那个 i u 的一是长音，有没有？对。如果它是长音的话，应该是 key day 后面再加个一嘛？可是它不是哦，它是。奇类是什么？那形容词。那为什么叫那形容词？写下那形容词加那加名词。好，写下那形容词加那加名词，写吗？有。好、哦，那奇类什么意思？漂亮的意思。哦，所以漂亮的人怎么讲？奇类呢？是的。漂亮的人怎么懂？好、哦，然后新娘怎么讲？新娘叫哈娜优美。哦，花嫁哈、哦，汉字讲花嫁，哈那优美就是新娘。然、哦、后那漂亮的新娘怎么讲 ？kire na 哈，那形容词加那加名词 ，kire na 哈那优美，什么？漂亮的新娘有没有？嗨，讲会吗？那 kire 的意思是人的话是漂亮嘛？对。还有教室。哦，空间哈、哦，我们就翻干净。哦，所以很干净的教室叫 “kilena”。哦，一定是加那加名词 “kilena”。教室指的是哦，就是很干净的教室。所以干净是那形容词。对。好、哦，我们看懂。懂。好。嗨。那你看右边 “yanky”。这个 Genki 是要健康的或精神的哦 ，Genki 有精神的或者很健康的。那你这边 Genki 呢 ？Godomo 是吧？很有精神的小朋友哦，很有精神的小朋友叫哦 ，Godomo 是小朋友 ，Genki 呢 ？Godomo 是很有精神的小朋友，好不懂？很健康的小朋友，很有精神的小朋友。好、哦，那你看最前面那个喜之卡。怎么样？喜之卡也是那形容词哈。哎、哦欸，有看到吗？有。那你好，还、哦、比如说很安静的人怎么讲？喜之卡呢 ？Hito desu 哈、哦、啊，是个很安静的人，看懂？嗯。好、哦，那一个很哇很安静的人哦，那很安静的房间怎么样？喜之卡呢？哦。黑暗的时候，很安静的房间，写一下。喜之卡那黑暗的时候，很安静的房间，我们懂。哎，这样会吗？再讲一遍哈。
一形容词是尾巴个一的嘛？对。那形容词通常是两个汉字，有没有？嗯。然后一形容词用一来加名词，所以要叫一形容词。那形容词用那来加名词，所以要叫那形容词，有没有？懂。你那形容词又叫形容动词，又叫 K O 动词。是啊，又叫做 K O 动词。形容动词。对，它就叫做形容动词，是啊，又叫 K O 动词。好，写完。写了 ，OK。所以你查字典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你要查什么？还是写那形容词，或者是什么形容动词？有没有？嗯。还有两个名字啊，好，你看一下哦、喔。嗯，那个。好、哦，那这边要写形容动词有没有？那形容词有没有？嗯。啊，きれい、きれい、きれい、きれい有没有？好，你看一下，きれいな花、哦、漂亮的花。哦，有看到吗？有。哦，还有干净哦，きれいな水，然后干净的水，哦，きれいな台所，干净的厨房。哦，所以きれい有什么漂亮跟干净的意思有没有？这样会吗？哎，好，那我们再。